老鹰很多，不是鸡皮很多。那不要飞过来就好了。它不会飞过来船的，为什么？它怕我抓它。然后老鹰的爪很利哦，弟弟它抓到了皮肤会被撕开的哦，它的爪很厉害的，很利哦。他真的是冲下来抓他，一只接一只，他越来越多的鸡皮，越来越多咯。哇，欸，都排队的耶，照镜子。全部都是老鹰，我爱不跑的了。你看多不多次，很多次了。哇！刚刚有两，通常都有两只，然后最后两只就被。另外一只还追它，然后来。晕船，对吧？无聊，晕船它就又飞下来了。我刚以为是我们要手上拿鸡皮啊，他回到我们身上。